是我跟他、哦、我们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谢谢你。那这是我准备的，应该看得懂英文的、哦、Sweet House、哦、这是我们的家，上面呢有我们好朋友给我们的祝福，那我就是这个屋顶，就是未来挡风遮雨的那个人。重头戏要尖叫一下，我请你嫁给我。等一下，重来一次，等一下。嫁给我好吗？求婚的哦，没有失败的啦。OK。哭完了。